狐狸青蛙五个赞。大家好，我是依琳，我是齐飞。想要身体没有负担，我们就要学会把体内的垃圾通通倒掉。今天节目中就要来好好教教大家，我们要做体内环保，要如何把我们身体的垃圾通通排光光呢？首先欢迎我们的居家好爸爸养羊。大家好，我是皮带羊哦。哎，教大家好的观念，要照顾家人，包括你的小孩。是的，还有我们的爱家好妈妈郭玉琴。哎，两位好，大家好，肠道健康真的很重要了哦，体内环保更不能少哦。还有我们的营养师于淑清。嗨，大家好，想要有好的肠道保养很重要哦。对，刚才我们讲。体内真的有这么多废物吗？好多垃圾，我们每天都有上厕所啊，不是就是把废物都排泄掉了？其实我们每天哈，24小时都在排泄你的废物。嗯，其实有几个地方哈，很简单，你可以看你是不是会流汗。会，流汗也是一种排出脏东西，对，它也是一种排泄的方式。然后还有就是你会去上厕所，上大号跟小号。对，这个其实都是在做我们身体的这个废物的排除。是，对。可是普遍来说哈，80%的女生都有便秘的问题，对，所以这样子的状况的话，其实就跟你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。尤其出国或是压力大的时候，更难解便。对，有的人还认厕所，像我以前一个朋友哦，他在公司上班，可是他的时候，他一定要回家，可是他一定要利用空档跑回家，认马桶，很麻烦，对，非常麻烦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因为刚好我们那天有一点事情在讨论，他就走不开，然后我们大家都忘了，然后我突然想到，哎，那你不是要回家上厕所啊？就他就说不用了。因为你就过了，不好过了那个感觉，那个感觉。对，刚我们在聊天有没有？对，我们因为都大概8、9点要上班，对，其实那个 feel 就在那个8、9点，很尴尬，奇怪。对对对对。结果你就过了那个 feel 之后，其实你也没有想，就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意向了。而且我比较害羞，因为上洗手间的时候，如果我现在很想要上就是解便的时候，隔壁如果有人，我就会紧张。哎，对，因为你会觉得，就算那个隔一扇门哈，你会觉得哎味道把它给屁丢。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你这样讲，我这样女生，然后你又不好意思，然后有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声音出来。对对对对，哎，怎么感觉大家有画面？对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就是该来的时候不来，不该来的时候又想来，所以这很麻烦。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。像我去日本啊，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想说他们的那个厕所为什么有那个流水的声音，很贴心。我以为对，我以为是要帮助你排泄，就不是，他其实是怕隔壁。对对对对对，他是怕隔壁听到，然后我们不好意思。所以燕姐，我刚。上洗手间的时候，我知道你在旁边，我唱歌你都没反应。我是习惯我在唱歌，我是习惯他唱的比你大声。对，难怪。哎，所以说你想想看，我们光这样就有压力，就会让自己上不出来。对，更何况说那种就是习惯性，有一些人是习惯性不顺畅的。对对，这个问题就很大，因为其实正常来说，我们人体我们吃进去东西，大概经过12个小时到24小时，对，就应该要出来。对，所以我们常常比较容易顺畅的时间应该是早上，一直是睡醒，然后比如说喝一点温水或吃点东西，它就会比较顺畅。对，可是很多人如果错过这个时间，那个感觉反射的神经没有了，是它就会不容易会再有这样子的感觉。对，我甚至就像我平常我每天都上，可是我可能有时候会上个两次。他们说这样其实也不对，一天上两次算好吧？1到2次是正常的哦。哦，1到2次是对不对？3次是最漂亮的。3次其实应该是这么说，对，没有拉肚子，确定？确定。其实每个人的肠道的蠕动的方式不太一样，时间习惯也不同，所以其实1天1到2次，其实有时候会到3次三餐，其实这也都算正常。对，我们要观察就是说你习惯有没有改变。如果说你一直都是保持这种习惯，也没有太大的问题，那么这样都是正常的。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为什么这几年会特别注意，尤其生完小孩之后，其实你会特别注意自己有没有这个肠道的健康。我2年前去做这个健康检查，那大概2年前已经大概有5年的时间没去检查了。是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因为大部分的肠镜检查它会做60公分，哎，那个很不错。可是后来我做了全肠，现在因为都有无痛的检查，所以其实还好，就睡一下，然后起来，其实你所有检查都检查完。但是要喝那一瓶，对，在前一天晚上比较痛苦一点，就是要喝清肠的，因为你要干净排干净，然后才照得到。然后2年前那一次，其实我被吓到了。为什么？他说呢，在我的升结肠，就是右边，对，做60公分检查不到的地方，做全肠才检查出来，是有一个息肉。那那个息肉一般来讲，你如果是真的凸出来的，好像在你检查的过程，它会把它拿掉。对。可是问题是我那是平着长的，对，我是平着长的，那有一点点像是根。
他说就有点像植物的根，然后他就说郭小姐还好你今年有来检查，这个东西如果你再放个两三年三五年它就变成原位癌了，所以大肠癌是这样来的哦，所以其实后来我就发现，但是跟吃的东西有关吗？对，后来其实真的也是因为不管是体质也好啦，现在吃在外面其实很多东西其实对它的来源，对它的来源到底干不干净，然后很多人其实肠道出问题就是。哎，你刚才在做讲说做这个检查，我从来都没有检查过。真的哦，你有检查过？我有检查过，真的，我就觉得好害羞哦。因为医生有建议我们，就是像我大姐有，妈妈也有，就是大肠那边有息肉，它就是我们就很容易遗传。对对对，因为遗传它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它可能就是你的生活习惯，就妈妈喜欢给你吃什么，对，妈妈的习惯是什么，她也吃什么。对，其实姐姐一样，我也一样，所以我都会检查。还是要，那其实不用害羞啦，因为人家那个检查医生那个看千看百，不夸张，那蓝山的，真的这样，真的，所以这样子讲起来啊，我觉得吃东西就变得很重要了，一定吃下去一定要排得出来，就有进要有出，对，那你不能只进不出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夏天一盘菜放在那里，不要讲说什么天气热，隔几个小时它馊掉了，对，那你的肠道那不得了嘞，12个小时到24小时，你说它酸不酸，臭不臭，臭死了，对。所以我就应该在吃的这一关就要先把关，我要请教营养师说我们要怎么吃这种比较天然的食材，可以让我们比较好帮助消化，真的，让它能够通这样子。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说，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吃？而且我有去检视过，我发现大部分的人其实蔬菜水果都吃太少，对，一定的，而且肉类跟淀粉类都有过量的问题，所以其实蔬菜水果吃太少就很容易产生肠道的一些问题。是，那我这边是有准备一个资料哈，让大家看比较清楚。我们都会建议说要吃彩虹食物，是最少要5种颜色在那一天里面。那我们就简单把它分几个颜色，其实颜色也跟我们的脏器有关系哦，就是颜色，对，就是肝心脾肺肾，对，五行金木水火土，其实它这个都跟我们食物有关系。是，那不同颜色其实对我们身体的不同的器官也会有不同的功效。对，那我们看到好像比如说。青椒它是绿色，我觉得青椒好多人都说好棒，可是很多人就不喜欢那个味道。这个味道，对，但是其实青椒本身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是很高的。我们讲这种抗氧化的成分，其实对于肝脏，因为我们肝脏一天要处理500多种酵素，是。那这种酵素其实对我们的肠胃道的消化的机能也有很大的帮助。哦。所以其实像青椒这一类绿色的，我们讲绿色的蔬菜，像花椰菜啦、菠菜那种这种叶菜类深绿色的蔬菜，它里面有叶酸，其实对我们的肝脏。帮助是很大的，对，然后再来是番茄，茄红素，对，没错，茄红素对我们心脏是很好，因为 lycopene 的这个茄红素是具有抗氧化的效果，它可以预防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些病变的问题产生，然后再来是南瓜，南瓜要多吃哦，对，南瓜，好爸爸应该知道，番茄跟南瓜一定是男生要多吃，射护腺的问题，男女生吃都很好，对，那因为。它对于脾脏有很好的效果，因为其实脾脏主要是主管淋巴，是淋巴也是一种循环跟代谢的一个系统，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系统，对，所以其实南瓜对我们脾脏的保养也是有很好的效果。再来就是山药，山药我喜欢吃，植物的雌激素，而且天然，对，没错，而且我们又讲说白色食物以中医的角度来说是入肺，所以它也会养肺，而且它堪西，其实有堪西的食物，听说是对胃很好，没错，就是其实它很多食物都不只是针对某一个器官有帮助，它其实都是全方位的，对，然后。最后一个是黑木耳，黑木耳是什么颜色？黑色，对，黑会入肾，入肾。肾气，对，就是肾气。黑色的东西还有黑芝麻也不错，黑豆，对，还有海参啊，海参，猪血啊，对，哦，三分棒。这个我最近常吃，黑色食物多吃一点。对，因为我最近常常到下午3、4点就会开始疲倦，然后后来我就看了一个就是老国医，他就说要多吃黑色食物，因为补肾。他说女生肾气不足就会疲倦，是，所以我就吃了很多黑色的东西。那我现在去自助餐吃那个自助火锅，我第一盘菜就是吃黑木耳。对，因为你吃了很多黑木耳以后，你肚子饱了，你就不会吃太多。真的耶，代餐吗？对，代餐。那大家都知道黑木耳的好处，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跟大家分享哦。很多女孩子很喜欢吃蔬菜，对不对？对，就不吃饭只吃蔬菜，对，冬必点。你这样讲我有同感呢，我也是这样想，我也想说。
就是想说少吃一点，然后就烫一些青菜来吃，可是没有很大的效果。不行不行，面有菜的，我们的肠道还是要均衡，而且关键就是这个水溶性的纤维要足，因为水溶性的纤维它的好处就是说它会吸水，它会膨胀，对，那会让你的肠道里面的粪便能够比较蓬松，通常会上不出来，其实就是干，对，因为灌水就好了，其实可是灌水你没有。黑木耳的好处，嗯，然后齐飞也常吃，饱足感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也常煮，哦，你也常煮，我常煮给小朋友吃，真的是好妈妈哎！你看很简单呐，对，我也是觉得是啊，切切的要多干，对，也可以入菜，也可以炖东西，这样对不对？那我比较不了解是黑木耳跟白木耳有什么差别啊？它都是属于无菌类，所谓的差别是欧卡能够欧卡爆，而且黑木耳在中医里面他说它可以排毒。而且黑木耳它里面的所谓铁的含量，还有钙的含量，还有蛋白质含量都非常的丰富。因为我都会想说要漂亮，所以我就没事要煮一点白木耳来吃。哎，白木耳是可以，白木耳在另外说它比较润肺，它比较润肺，但是它有所燕窝的支撑嘛。对，那还有它特别里面有所谓多糖体，它的胶体。尤其是当你冷冰过之后，它的胶体会越浓稠，它多糖体会越更丰富。对，所以主要里面它所谓的我们黑里面，它有很丰富的营养素，还有它的纤维质。嗯，而且它释放出来的所谓的胶体有没有？它可以在你的肠道里面产生一个润滑剂。那你的肠道它在蠕动的时候，它才有它的律动，哦，它才能自然。它跟水不一样，如果说你多喝水，保护你。把黑木耳打成汁来喝，所以你觉得它是有一个那个应该怎么讲，食物的清道夫的这种功能吗？食物清道夫，而且它在医学里面特别讲到，它对预防胆固醇的增生，嗯，还有让这些油脂减少吸收，它都非常好的帮助。哎呦，那我们要请教营养师一下，就是要知道这个黑木耳它的营养成分为什么会这么好嘞？它确实是哈，因为刚刚那个吴爸爸讲的，确实是黑木耳的功能非常好。嗯，而且我们刚刚又提到说黑白到底有什么差异？对对，因为都是木耳啊。对，黑木耳就会有白木耳，黑芝麻就有白芝麻，黑豆就会有黄豆。对，其实很多食物都是有黑色跟白色。那黑色。色呢，好处是说它的营养成分会有白色没有的，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，对它有一些互补的功能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，黑木耳其实它的好处真的还蛮多的。我们刚刚讲纤维，纤维为什么我们喝黑木耳会有顺畅的效果？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纤维含量很高，而且纤维我们有分了，有分粗纤维跟水溶性纤维。粗纤维就是咬不太动，对，比如说像竹笋啊，哈，竹笋的竹笋纤维就很粗，对，那这一种的话，很多人以为说啊，那就多吃这种，其实不如。你一定要再多补充这个水溶性的，你的肠道才会有润滑的效果。哦，我懂，它比较好消化的意思是这样。所以很多女孩子很喜欢吃蔬菜，对不对？对，不吃饭只吃蔬菜，对，don't be gay。我发现很多办公室，比如我们去社区帮人家这个上课的时候，没有很多妈妈都很喜欢只吃青菜不吃东西，就她说她还是会胖，她还是上厕所不正常。我说啊，你都在吃草啊。对，因为关键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消化。哎，你这样讲我有同感呢，我也是这样想，我也想说，就是想说少吃一点，然后就烫一些青菜来吃，可是没有很大的效果。没有，不行不行。然后面有菜色。我们的肠道还是要均衡，而且关键就是这个水溶性的纤维要足，因为水溶性的纤维它的好处就是说它会吸水，它会膨胀，对，那会让你的肠道里面的粪便能够比较蓬松。通常会上不出来，其实就是太干，对，水分喝吸掉了啦。对，灌水就好了。可是灌水你没有办法，肠道没有办法保住那个水，你必须要靠水溶性纤维抓住，要抓住它。对，而且水溶性的纤维它会降胆固醇，它会降血脂，这是在我们营养学医学上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，水溶性纤维有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的好处。哦，所以黑木耳里面就是有这样的成分，然后水溶性纤维很高。哎，可是我听说像黑木耳它比较寒。啊，有些人体质是不能多吃，对，反而会拉得比较严重，会这样吗？确实是有一些人，如果你本身已经很容易拉肚子了，那我就会建议说量的部分做到，其实也不是完全不吃，对，我们在营养学上都是强调要均衡，不是说啊你这个有问题就完全不能碰，是均衡，然后你可以搭配一些比较温和的食物搭配了一起吃，就可以避掉这些什么凉性啊寒性的问题。哦，哎，可是一般我们在市场看到好像有就是干的跟湿的，还有比较靠水黑的，对，这个这个有什么差别？爸爸会知道吗？其实一样啊，它干的就是把湿的拿去烘干。
就有点像香菇的意思，就是那有什么差别呢？为什么不就一模一样？但是因为有些新鲜，你回来保存不容易啊。哦，你可能大概两天你就要吃了，你等下就要煮完了，不然它放着它会发酵，会发霉，会发酵。就这种大大卖场，像这种干干的是要做来干嘛？干是一模一样，它是新鲜的，它只是把它缩干了，你就泡水。大概泡个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，要煮之前泡水，让它上回原来那一朵了。是，就有点像鱿鱼，也是要干鱿鱼要泡水，对对，香菇也是要泡水，对对，一样的意思。那我去市场买的时候，我需要特别怎么挑它，还是都可以？都可以啊。哦，但是尽可能就是最好。因为有些食材它可能会有重金属的问题，对，就是挑选你比较认识的商家。啊，回去还是洗干净啊？回去洗干净。对啊。那一般我们这个黑木耳，我大部分看到的好像就是炒来吃，对不对？就是还有凉拌。对，你一般你会怎么？妈妈会怎么料理？我一般就是炒，比方说小朋友豆干，也可以，都可以。然后什么肉丝啦，然后再来可能是小黄瓜啦。是。啊，因为就是你看小黄瓜有绿色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再来，你看它有这个。这个黑色的，对，然后加也不错啊，甜椒加红萝卜，然后就红萝卜，那就一盘其实就已经有五色了耶，其实五色就出来啦，就很方便，对不对？这好爸爸，那你有准备什么黑木耳？然后把它泡熟，要泡。发泡之后把它煮熟，把它冰镇之后沾。不行，不能光说。OK， 没关系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看看好爸爸要做什么黑木耳的好料理给我们吃哦。简单，这个食材有三种食材，肉片，然后水煮蛋，然后还有黑木耳，因为小孩子又喜欢吃肉，对，吃肉不吃菜怎么办？对，你就把黑木耳放在肉片上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再包成这样一个这样的形状，把它包起来。哦，爸爸的炒蒜。小孩子如果看你在做菜的时候，我觉得他食欲会变得比较好。哦，因为他我就讲你有用心，好不好吃都是其次，有爱心最重要。现在都知道黑木耳的好处，它的营养成分，所以我们的好爸爸、好妈妈今天要专程帮我们带来一个黑木耳的料理，简易、简单版。简单版非常简单，真的吗？那哪一位先？哎，我先好了。好，我今天要做的其实就是黑木耳，然后炒肉片。嗯，然后，但我刚刚有讲嘛，其实我很喜欢把很多的颜色不同的这个蔬菜水果会放在一起。对，那我今天就特别准备小黄瓜啦、红萝卜啦，然后甜椒。哇，就刚刚营养师讲的那个，你看，这样都真的五种颜色，1、2、3、4、5，对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啊，很简单，擦擦然后啊。所以这个叫做五色黑木耳炒肉片。好，来来来，不能光说，要开始动作喽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热锅哈，然后呢，尽量还是用那个植物油啦。是。那我平常会用的大概就是像什么葵花油，比较高温热炒。油其实我都不会放太多，就少许的油，因为等一下有肉片嘛，那肉片其实就有一些自己会出一点油，然后稍微热一下。嗯。然后再来准备那个葱末，其实我喜欢那个洋葱，其实多一点没关系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洋葱爆香，超香的。好东西。然后这个很营养的。没错。而且他的工作有时候就是我们的时间比较早上晚上都不确定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你现在这个下厨时间都可以掌握得很好，所以其实还是要简短，然后再来。其实我不太爱吃肉，那我的小朋友其实也是比较喜欢吃蔬菜水果，所以其实肉片大家就自己看，你要弄成肉丝也可以。然后来，你肉片我就没有特别加太多，是，然后就是让它先稍微真的爆香。对。那你这个黑木耳你都怎么处理啊？黑木耳其实就是切丝，像我就是一般就买现成的，不用泡的，然后大概炒个半熟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然后接着下来有些东西可以先进去，像黑木耳，我觉得它还蛮耐炒，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可以先放。然后今天我准备的那几个其实都可以先。就是都可以生吃，所以其实它就算真的有清脆的感觉，其实也还不错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准备太多的其他的配色的那个料理，其实这样子就是一道菜喽。对，有的就这样子，对。要不要加一点点水啊？需要加水吗？可以，来来，真的要加一点。因为我其实自己不会习惯把那个黑木耳切成丝的，我喜欢看到一整片啊，把它对切，然后就下去。哦。好，加一点点水。
记得妈妈那个油烟机要开哦。对，对，好像刚刚有香有味道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的鼻孔就是最大的油烟机啊。真的，你看妈妈多辛苦，真的，当妈妈不容易。现在的妈妈都不太喜欢煮饭了，是讲真的，因为他们都很怕油烟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头发洗了要撑三天，结果一炒饭煎可以哈。对，戴浴帽啊。哦，浴帽是不是？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其他的配菜可以下去了。那这些其实像我的做法，我另外就会再准备一锅水在旁边先穿烫，先让它半熟一下，稍微半熟一下，先把这些对安利卡金五蔬果先麻久，对，不用烤那么久，颜色很漂亮，对，颜色漂亮，小孩子就不会挑食，对，他就觉得好吃，就看起来好好吃哦，你看那个颜色是不是真的就好漂亮？黑色、黄色，对，然后当然就是要等到稍微肉片要，主要是看肉片熟的没了，其他的就真的。穿烫一下下，它也其实蛮容易熟的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你就可以稍微焖一下，如果没有焖也没有关系。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厨艺可以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就是要问这一点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妈妈的哪有每一个人都大厨师，那个很难好吗？煮东西要有爱心、心意，对，有心意。我们没有厨艺，有心意。我妈妈常问说好不好吃，我爸爸都说他从来都不会说不好吃，因为他怕没下一餐。没有下一餐，算爸爸聪明。所以你们家就反过来啊。你太太就不会，绝对不会说。然后再来，是你做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调味了，调味了，调味是重点。这个就是黑豆酱油哦，现在有那种纯的黑豆酱油，对。然后大概就是自己觉得要多少的量，这样。为什么要加酱油啊？一般我们就加一点盐不就好？也可以，因为我喜欢那种黑豆酱油的味道，而且酱油的香味。然后可以加一点点味淋，如果没有味淋的话，其实可以加一点黑醋。我一直到后来这几年，我才知道。什么叫味淋？对，是提味吗？提味，对，要让甜度出来。其实味会做菜啊，其实其他简单，其实它的那个。看到青椒啊，哦，就是红椒、甜椒这些，已经有一点慢慢软了，有没有？是哦，然后再来，因为它有一些水分在里面，然后又有洋葱末，所以其实这个，哎，北风来地，来碗白饭，对，感觉下饭，对，哎，我发现这样子，如果说我们不用炒的，我们用穿烫的也 OK， 对不对？我觉得穿烫，像我一个人住，我都穿烫比较快，拌酱油，然后直接就这样吃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把火稍微关了哦，然后火关之前啦，其实可以加一点点的麻油，麻油会让它看起来除了香以外，它会看起来油亮油亮的，一点点哦，麻油会拒绝，哎，然后最后盛完盘之后，可以撒一点点白芝麻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营养师，你看我们这样这一盘这样的所有需要的营养应该都够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它的白质也有了，然后所有的蔬菜五种一天要吃到的也都有了，而且它加的油都是植物油，都是好的油。你看这很简单，很简易，对不对？对，餐厅一盘250。油有没有东西有没有洗干净？是，你看就是这么简单，所以其实真的自己在家里就真的可以动手做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可以盛盘，我们来盛盘吧。真的是爱心妈妈，真的，而且好香哦，简单简单，好简单，来，蛮简单的。菜喽，哇，好漂亮！这个我要更正，不止250，这个因为有旁边摆盘，大概又多500。对，好爸爸，你不能光在这边盛盘。等一下，我们最后来这个盛完盘的撒一点点，刚刚有讲黑色跟白色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，再点缀加10块，让客人来家里吃饭也不错，有面子，好漂亮，来，接下来换我们姚爸爸，你要带一手，露一手，拿手料理，其实很简单，那这个料理就简单，这个食材有3种食材，肉片。然后水煮蛋，然后还有黑木耳。那为什么黑木耳？因为有些小孩子挑食。对。那你有蛋白质，那你有丰富，因为小孩子又喜欢吃肉。对。那吃肉不吃菜怎么办？对。你就把黑木耳放在肉片上面，包起来。那包成这样一个这样的形状，把它包起来就。哦，爸爸的炒出来太细。蛋太大颗，那你就可以把它切半，然后切个口。对。尤其有时候肉太小片。对。对不对？那这时候把它包起来，那把它煎。煎就可以了，哦，一点点油拿下去用煎的，是。那甚至说有些时候呢，你可以沾一点所谓的像烤肉酱类的，对，那去提它的所谓的鲜味，把它食材的味道出来，感觉好像也可以进那个烤箱，哎，没错，对，进烤箱。吴大哥，你的工作也很忙哎，对，你常在家下厨啊？对，我有一次我PO一个讯息，我为了我小孩他喜欢吃炸。
薯条、鸡块，又像很小，可是那个外面的油很可怕。对，那我做了一件什么事？其实我自己也傻掉了。我买了两瓶橄榄油回来，发现锅子太深。对，两瓶才倒得满，你知道吗？我几乎用一瓶半的橄榄油去炸薯条跟炸鸡块。嗯，但是因为我觉得健康吧，那对，你偶尔偶尔才能做一些食材给他吃的时候，那我觉得吃的健康一点也无所谓了，要多花一点点，就像你会去上餐馆一样嘛。对。但是有时候你根本就不晓得餐馆到底是给你什么东西吃，那或者说它到底新不新鲜，对不对？那就刚讲把它包起来之后，就一旦是一颗还半颗。但你如果肉片太小，你就把它切半颗就可以了。肉片够大，对对对，肉片够大，你就把它包，你就可以包一颗。我刚刚就在跟你们讲说，我之前去大陆玩嘛，然后导游就说，在大陆的餐厅哦，90%以上的餐厅老板不在自己的餐厅吃饭，对，因为他不敢吃，没错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用了什么东西，而且他有些是可能是食材是冷冻啦，冷冻已经冻上已经一个月过啦。有时候我们像中秋节的时候吃那个蛋黄酥，里面的蛋黄我。听说都冰一年了。如果你吃到那咬下去那个蛋黄是叉叉，有没有糊糊？那个就是冰冷冻过的蛋黄，那都一年前取出来的。对，所以我现在才知道说为什么会有好妈妈跟好爸爸的产生，真的是外面吃多了真的很担心，对不对？就算没时间还是要用挤的，就跟乳沟一样。就你挤，我不用挤，我不用挤，就是在硬挤。哎，一定要硬挤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我要给这个好爸爸拍拍手。我跟你讲哦，小孩子如果看你。在做菜的时候，我觉得他食欲会变得比较好。对，我就讲你有用心。对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回到家，看妈妈在那边做菜，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想说，那好了，吃饱换我来洗碗好了。对，结果洗完碗之后呢，发觉腰好酸了。那真的，妈妈好辛苦。辛苦。那有一天我看我妈在洗碗，其实她不会很累呢。是。发现哇，她比较矮一点点。对。所以她不用弯腰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好爸爸，你看妈妈还想说就简单切一切菜就炒，爸爸那个比较费工，还要包，还要包，还有啊，因为他比那个准备那么多。对啦，其实因为这个要准备把蛋那个撒到馅，水煮撒到馅，是，然后肉片包起来，然后黑木耳先抛制在里面，包起来。哦，爸爸。爸爸讲的对，爸爸讲的真的很简单，一口好菜。可是好不好吃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讲好不好吃都是其次，有爱心最重要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吃吃看喽。它的好处是说，因为我们的牙口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咬得这么碎。有些老人家，其实木耳里面还有这个多糖体，它其实是包覆在细胞壁里面，是用一些机械性的方式把它打碎一点点，而且有效成分才能释放出来。我觉得它跟市面上我喝的不太一样，我觉得它比较浓。多其实90%那一瓶都是糖水。刚喝的对不对？对，刚喝的。哇，你看好粗啊！你看它的粘稠度，满满整杯都是黑木耳。对，你从颜色去分辨，黑木耳应该是黑色，对不对？好爸爸的黑木耳肉卷哦，很厉害，重看不重要吗？好不好吃就知道了。要强调要有爱心，我知道。其实我有感受到那满满的爱已经溢出来了，可是重点还是要好吃哎。小白又不是那么好骗。下次我觉得我要跟你交换，为什么炒这个比较简单？哪里简单？这准备食材也是很累。买肉的时候不要买太厚，对，比较好煎，它比较容易好煎。你买那个啦，火锅肉片哦，比较好。所以我们让好爸爸去切一下那个肉片，那太大片了。然后我们先来吃我们玉琴姐的。OK， 玉琴姐的，我觉得来，麻烦你来。好，我们一人都来吃一点。我们帮这个黑人来，你们不能跟三个女生在一起。好，我们自己来分享，好不好？绝对不能跟三个女生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四个，哦，四个，我们四个不止三个人交集。来，你不要客气，先来接。来吃一下、哎、黑木耳，我最喜欢吃黑木耳了。可是我还是要有肉呢，要然后姐姐肉点口感，红萝卜，然后甜椒，好来，好吃吗？好香哦，好香，香吗？好吃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会不会不够味道？不会，觉得煮的好吃多了。那是当然的，因为炒过，所以其实刚刚我们加一些味淋啊，然后酱油的那个味道有进去。我觉得炒还是比较好吃哎，对不对？但炒就是因为比较麻烦，油烟比较大。对，可是这样好入味哦。但也不能炒太久。对，你看，其实这样5分钟、10分钟就可以做一道菜。而且又黑木耳，对，脆好吃，好吃。
好吃好吃。我觉得还差一碗白饭哎，爸爸你忙完了吗？我忙完了。爸爸，那我们吃太受不了。这样我觉得妈妈应该比较好吃，而且黑木耳好好吃哦。爸爸搭配一点芝麻。好，爸爸你不要这么快投降好不好？其实我们真的有感受到你的用心，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黑木耳是有加蛋，对，跟肉片这样子卷，对，创意。英姐，那你先吧。真的吗？成功人士一定是在失败好几次之后才会成功，因为你突然丢掉了，害我不知道要不要吃那个肉片。我帮你抢了，我拿大的来吃。哇塞，这么大一片，我先吃吃看，好好。所以我发觉是鸡蛋太大颗，所以你下次买鹌鹑蛋。没有哥的那种，不是，他是想说给小朋友那个养分、那个营养要够的，所以他用一整颗。并且我应该吃一半，怎么样？你给他吃蛋跟黑木耳就好，肉就别吃了。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做这个黑木耳的料理，重点是要让小朋友可以吃黑木耳，对对对，因为营养成分这么好，大人最简单这样就是这样子清炒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爸爸这个才有很用心的做。如果你没有那么好的手艺，我现在发现一件事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法宝。你就把它这个煮熟之后，对，把它用果汁机啊打汁哦，把它打碎，然后做成黑木耳的饮品这样子。现在有这种东西吗？有，现在我们眼前了吗？哎呦，就在这里。然后这样子，而且这样子的做法，它一个非常好，就是说它可以做很多，也可以很多花样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加了牛奶，你可以加一点柠檬汁，或者说小孩子喜欢吃水果的话，你可以加一些水果在里面。哦，那这样子，或者你说滴一点蜂蜜，其实也可以，它就可以营造出一个非常，而且这样子的吃法，打成露的吃法比食材的还好。因为它打得很细，因为它打得很细，然后它在我们的肠胃道，它会粘在那个肠壁上面，还有它的成很丰富的胶体，它成分也比较足嘛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吃那么就整个吃黑木耳啊，对，不能说三餐吃了，但是至少这样子一个露的话，它可以当把它当成饮料，想当然，来来来，多浓稠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这也很搞纲哎，我们刚。做一道菜大概是10分钟、15分钟，对。但是真的要煮到入好的话，是。如果你真的有手艺，你要做多久，你知道吗？多久？大概要6个小时，上到6个小时。不是用果汁机打一打就好了，可能还要熬。你要泡好之后，大概泡要泡2个小时，它才完整的发。光黑木耳哎。对，那有些人他可能泡半个小时，其实还没有足够很发。那这时候你把它打碎之后呢，那你还要下去熬煮。熬煮，熬煮还要冷却，冷却还要冷藏，为什么呢？它才那个所谓的多糖体，还有它的胶，它才会释放出来。而且这个胶体是我们肠道里面最好的一个蠕动的一个器官。刚才有讲嘛，慢穿红。对，我为了刚刚做不好的事情来堵你的嘴。而且现在便利商店跟有机店有好多这种黑木耳，黑木耳有很多黑木耳的饮品。但是我发现很多黑木耳饮品，因为我为了这个东西，其实我也看了很多，因为我发现很多其实90%那一瓶都是糖水。哦，哎，对你这个没有甜味，其实很香哎。好，就是光这样就觉得。你可以自己选择嘛，因为有些人喜欢吃有甜的啊，有些人好像像我一个好朋友，他好像没有糖，他就活不下去。他说他一定要加糖。哎，我 OK， 我觉得蛮好的。那你如果没有糖的，你可以自己加一点蜂蜜啊，或者去买果寡糖来喝，果寡糖来添加都可以。冰糖也行，也行也行。但是因为果寡糖，我觉得它比较没，它完全没有副作用。我觉得它冷热好像都很好喝，而且你如果不喜欢吃冰的，是可以把它倒出来之后喝水加热，非常好。或者就是加上热牛奶，是非常好的选择。而且其实木耳把它打成这种像泥哦，这个已经几乎是泥状的。它的好处是说，因为我们的牙口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咬得这么碎。其实木耳里面还有这个多糖体，它其实是包覆在细胞壁里面。但是我们人体肠道没有办法消化细胞壁，你必须要利用一些机械式的方式把它打碎一点点，而且有效成分才会释放出来。我觉得它跟市面上我喝的不太一样，我觉得它比较浓，比较浓稠，然后很顺口。对，然后外面的那个就好明显，好甜，而且好像有好多味道，我说不上。有时候外面在买的你没办法选择啊，像我有时候会想要喝红豆汤。对，那有些红豆汤咱们怎么样？它是把红豆煮好放在那边，然后再加糖水，就一杯红豆汤。那有的真的是熬煮之后，真的你可以吃到那个红豆沙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外面很多在卖的时候，它可能是稍微打碎一点点而已，它就加了糖水，对，那就是给你。但是它可能有些保存，现在可以保存到9个月，是18个月都有。对，但像这样的东西，其实我都建议固体不要放那么久，你就是可以尽量。
量把它三鲜，对，很长就在七天之内能够吃，赶快吃。就像你刚刚讲菇，有些香菇为什么不要买生的？嗯，放在冰箱不能超过三天。哦，对，超过三天之后你开始会闻到那个味道，因为它已经发酵了。对，好爸爸，我们怎么可能自己在家里打这种黑木耳汁呢？有点麻烦，有点搞干，就搞干了。它打很简单嘛，但是我就刚刚讲，你真的要做到这样子有丰富的胶体，是真的就搞干。6个小时，那可是这是我们大人养生啊，然后我们想要真的清除我们体内的垃圾，所以我们可以无糖。对，那没有其他的口味可以吸引小朋友喝吗？所以我刚刚讲，你可以加牛奶啊，是牛奶，对，或者加了一点蜂蜜啊，对，或者加柠檬汁啊，是，或加一点水果啊，它都可以啊。所以这个黑木耳的好处真的很多哎，到底它还有什么神奇之处呢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哟。黑木耳的好处多多，可以帮我们做体内环保，对不对？清除我们体内的垃圾。对，那到底它还有什么神奇之处？有什么我们可以再多了解？再多了解。其实我当初也是为了小孩子，然后去找这样的东西，就发现外面坊间很多都是糖水，对，很多这种糖水真的是要倒出来给大家看，他们才叫糖水。哎，干嘛这样子？我有喝哎，这个都是水，这都是水，这都是糖水，然后出来有，它也真的有黑木耳，但是它真的不是把它打造真的像泥一样的那么碎，所以其实这杯里面它大概占了80%-90%都是糖水，所以你也可以很清楚都看到，像这个也是它，糖水量就很高，你看，对啊，哦，这个还好，这瓶还好，它稍微有点稠一点。就是看大家看就知道了，为什么？这是我们刚喝的，对不对？刚喝的。哇，你看，你看它的粘稠度，满满整杯都是黑木耳。对，你从颜色去分辨，黑木耳应该是黑色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那两瓶糖水加太多？糖水加热，就会有一点点褐变，颜色糖会有一点褐变。所以我们几乎就是比较天然，比如说你如果说你喜欢喝一点带甜的，你就可以有糖的，那如果说不喜欢喝甜的，你完全不喜欢，你就喝无糖的。其实它就是差那一点点。那有些人就喜欢用甜甜来甜，感觉自己是。哎，我们来喝喝看甜的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刚是喝无糖的，这个是我刚才在想说，小朋友一定不要无糖的啊。可是我说真的，我刚刚喝那个无糖的啊，我会觉得无糖的也有一点点甜味。对啊，我觉得可以接受。还有更好的是说，现在已经有把它做成什么，加了所谓的像胶原蛋白。女孩子她比较喜欢的，可以 Q 弹的皮肤，可以比较细致的。对，你这个那个香味，这是加糖的，这是加蜂蜜吧？冬瓜露啊，冬对对对，我讲错了，对，我就直接有，而且很熟悉。有些你可以加了黑糖或者蜂蜜或者像冬瓜露也可以。你像这样就有，包括像这个就是吃了皮肤会漂亮。胶原蛋白，它漂亮，加了胶原蛋白，哇，那不得了，所以有啊，黑木耳里面又加了胶原蛋白，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概念，真的吗？那发现女孩子只要一零九先，对，一零九先补充胶原蛋白，对，你干嘛？哎，没礼貌，我就混着喝。哦，这个有胶原蛋白哦，有加胶原蛋白，胶原蛋白一点。其实胶原蛋白对身体有很多好处，我们全身上下的器官、皮肤、肌肉、骨骼、关节，包括眼睛都有胶原蛋白。是因为你告诉我它加胶原蛋白。讲一个概念哦，很多人都说，那个黑木耳它本身就有胶原的，其实不是，它是胶质。在植物类它没有蛋白质，所以它不可能叫胶原蛋白，所以很多人都被骗了。是。所以现在吃就喜欢那个像什么海燕窝有没有？哦，丰富胶原蛋白没有，它只是胶质。胶质。对，它不会改变。在这边要导正一下，很多人都说植物性的，其实应该说它的结构有点类似，因为植物性也有一些少量的氨基酸，对，氨基酸一样是可以合成我们身体需要的蛋白质，对。但是其实黑木耳在古代啊，其实它是一个养颜美容的圣品，嗯，其实如果你要皮肤好的话，其实吃黑木耳对皮肤真的是有帮助的效果，还有养颜美容。是因为你说加了胶原蛋白的关系吗？我觉得那个口感更滑，更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口感不一样，那还有像这个更不一样的是。只要女孩子听到，一定会马上又更爱，因为女孩子常常有两个问题，一个就是皮肤不好的问题。是，那你都不晓得皮肤不好，为什么？第一个就是你肠道里面太多的宿便，这些脏东西，是，它反回馈给你啊，就在你的皮肤里面啊，反映在皮水面上。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一个笑话，说，你10年前用保养品，跟10年后一直这样用了10年保养品，那你的问题老了，因为你体内没有
环保，没有清干净啊。对，所以记得把握一件事情，如果它能够让你一天排两次便，那你要很开心，我一天。真的，我觉得这个是什么？又添加了益生菌跟活化菌，所以它谁可以吃？糖尿病可以吃。那有慢性病他可以吃，而且很多慢性病患他一定要排便，不然他那些宿便脏的毒素就在体内再继续生成，尤其像肾脏病患、糖尿病患，他还有心血管疾病病患，他更需要。然后还有 OL， 他上班族的妈妈也好，小姐，他常常会有便秘。那其实当初这个找到，我觉得像给我小朋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让他一天大概有一到两次的便，所以每次他只要去上厕所，我都想要期待一件事，我要去看。就到底大出多少来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变成是一种爸爸的一个满足。其实真的小小孩也会便秘耶，他只要在学校可能压力大，或者老师骂骂啊，或者干嘛的，他其实真的回家你就发现哦，我们家小朋友曾经就有三天没有大便，妈妈紧张死了，什么方法都用过。那我自己曾经也煮过啦。可是好难说，对，好久，这个我们要好久，对，不可能。哎，我觉得你刚刚那样讲，小朋友不只是没上厕所，像我女儿小时候，她每天都上，可是她有一次突然晚上在喊肚子痛，就医生就说她宿便很多，上不干净，对，因为顾着玩，而且在学校她可能因为大家都在上课，不好意思，不能马上去嘛，就会忍，她回来又完了，又看电视又忘记了，哎，这好方便，哎，我们好好看医生，你知道吗？我吃那个黑木耳啊，就是直接入菜的话，我觉得饱足感比较多，可是这个的润肠效果更明显，而且它在餐前吃的时候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哦，所以你可以吃的食量少一点，那重点这个胶体它可以让你排便又多一点，这个益生菌我觉得口感有点酸酸的，正常的。哦，然后再来就，它重要是它里面有150亿的益生菌，哇，它比你去吃要不可能几十瓶的那种多多里面益生菌更好，那个热量那么高，一定要有果寡糖，记得，你吃益生菌没有果寡糖，那等于白吃了，因为益生菌会被肠道所谓的胃酸也会破坏掉，吸收程度会变得很差，这时候果寡糖呢，它就像你在种植物花草植物一定要有养分，它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肥料，它可以让它自然生成，也许你剩下20亿啊。但是果寡糖进去之后，它会让它变200亿，而且果寡糖呢，糖尿病又可以吃，它不像一般的蔗糖，它不会被吸收，所以它有甜，但是它不会有热量的问题。是，所以糖尿病的朋友就可以喝这个果寡糖这个口味的。我刚刚倒了这一杯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其实它是最好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日本研究最透彻，叫做它添加了姜黄。姜黄，哎，姜黄也是姜黄，对，是姜哦。大家一直在炒的姜黄，姜黄不是姜，不是，这不是姜，它同科而已哈。是，它是非常好，尤其在秋冬的时候更养生。尤其像比如说家长，哎，里面长辈有所谓的慢性疾病，是有肝不好的，还有肾不好的，其实姜黄是一个非常好。哇，加姜黄，姜黄就是好厉害。那营养师要跟我们讲一下姜黄有什么好处？确实，它有什么营养素？因为姜黄其实它里面的姜黄素，它具有杀菌的效果，而且它有提高这个肝功能的一个功能。所以我们讲姜黄其实不只是就是提升我们免疫力之外，它还会帮助我们肝脏的功能恢复。哇，哎，我第一次这样，对，我想尝试看看，喝看姜黄的口感是不一样。喝过你爱不释手。OK， 姜黄应该会有姜的味道。有一点姜的味道。哎，有哎，有咖喱也是有姜黄吗？有，像姜黄就特别好，是因为它姜它可以把它平衡掉，是比较温。其实你也放心，因为我们不是。吃很多东西，对，所以有些食材当然它有热性、热燥性啊，或者寒性，但你有一些去平衡它，它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对，这就是我刚强调的，其实所有的饮食，如果你把握到均衡这个概念，其实就没有冷或热这种会伤害身体的问题。所以这就是熊天莲呢。熊天莲。那我这样瓶盖一打开，我可以保存多久？正常来讲，我在家里面试过，你可以冰箱可以一个礼拜。那你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快喝完，有些你就把它放冷冻，它可以14天到30天都没问题。可是我觉得新鲜的东西还是要赶快喝。那我要再请爸爸跟我们好好解释，说，哎，你现在口味这么多，我应该怎么选择？如果说适合自己的，我比较养颜美容，可能我就不要胶原蛋白的，对，选择。对，你如果说自觉的皮肤不是很好，你要很水嫩的胶原蛋白 ，OK， 对，它一天大概就足够哦。你吃很多的那个，像有些人说猪脚啦，对，但猪脚记得都胆固醇，因为加热胶原蛋白。而且有的会有所谓的那种抗生素，而且它很贴心，它是添加了医学等级的胶原蛋白，对，哇，所以它帮助你所谓比较刚营养师说的皮肤啦、肌肉啦。
它非常的好。好，这个我就针对爱漂亮的女生。爱漂亮女生就是。然后嘞，还有这个益生菌，就可以你自己知道嘛。你可能三天擦一次厕所，你想一天上两次厕所的，对，你可以选择益生菌。嗯，益生菌，那还有锅碗瓢，它可以帮助你好菌的增生。哦。那你如果说，家里有长辈要比较养生的这个概念，或者说，你老公就常要应酬的，是，他不是被逼着去了，他也无奈啊。对。所以不要每天每次都爱骂他说他爱喝酒。你是在帮自己找借口。其实他不想去的。我不喝酒，我不能做坏的示范。是是是。这种空腹可以喝吗？空腹可以喝。OK。所以餐前喝的时候，你有一点饱足感，所以你吃的食材会少一点。就刚我们刚才营养师在聊，我说现在很奇怪，很喜欢吃药。对。好像健保卡是用不用钱，赚钱给医院。你健保卡去医院也是要钱啊。对。出门油钱也要算啊，风险啊，还有时间啊，两三个小时跟傻子一样在那边等等等。我有一个朋友说他等了4个小时、6个小时才看到他。对。那你既然有吃药的习惯，那你觉得药是好东西？当然不是啊，药怎么吃也不会好啊，因为那是抑制你的状况不要发炎而已嘛，指数不要拉高嘛。但透过这样的天然食材，我觉得啦，就像说素食者他很要需要黑木耳，是因为它是所谓的那个所谓素中的荤，它是素中的荤，它有很丰富的钙质，是很丰富的铁质，是啊，很丰富的蛋白质，这些它通通都有了，它比一般的食材都来更丰富。所以天然的雄厚啊，然后全家人都可以喝，然后针对你的需求，像我们这种比较健康的，我们就可以选择无糖，小朋友就可以喝这个有加浓的，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就。空腹就可以喝了，那去公司也可以。那我一天的量我可以喝多少？一天量哦，一天因为东西很多也是过多也不好。你喝一瓶也没关系啊。其实因为这样子太好喝了，应该加一些鲜奶，对，它就哦，加牛奶哦，加牛奶，对，它就变丰富，可以当营养素都有，钙质。经常说你可以吃五谷杂粮的蛋白质，而且五谷杂粮还没有胶质，对，还没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在这里面，反而黑木耳都凌驾过这些五谷杂粮。好厉害！所以今天我们黑木耳的料理、黑木耳的饮品，我们都了解它这些营养素，所以要好好去吸收它，我们的体内就不会有垃圾了，对不对？你们今天都学到了吗？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！拜拜！好棒啊！对。像我们吃东西都一直担心说在外食啊，干嘛吃了一些不好的东西？可重点是，我们要出来，对，要把不好的东西排出来。